我都给你做好早餐了呢。我叫青柠。起床的呀，慵懒的了吧？电话铃声起。谁呀？喂，宝宝，快起床！我在门口呢，快给我开门。哇，这个铃声一响，那粉丝蹭一下就跳起来了。后面的男主角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他谁呀？好皮哦。 He's beautiful now. He's beautiful day. Beautiful morning. 哇，刚刚撞美门了，及时想了个新的，来，电话铃声起。谁呀？是妈妈。那想我了吗？来开门吧，我到你家门口了。快一点，舍得把我关上门口这么久吗？再不来就这样了。我想吃牛排。走了走了，最后那个是，再不来什么要凉了。中中中，还带着吃的。对啊，好，这是 Justin 的去。喂，老婆。电话铃声起。喂，哎，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，今天一样带你去上学，快下来吧，别再迟到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星期六啊，我妈约你吃饭。校园的氛围，说带你去上学，然后又直接升华到了见家长这一步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模拟考是有情节跨越的。坤坤，我班队长，队长，电话。一样，谁呀？怎么现在才接呢？说那么久，你是懒猪吗？